到上学去，一起玩游戏。啾啾，下课啦！快要迟到了啦！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上学去，什么都爱，什么都玩，什么东西都有趣，悠悠上学去，一起玩游戏。今天的交通大塞车，不管是机车、脚踏车、汽车、摩托车、卡车、公车，反正只要是车的，通通都打结在一起了啦。啊，那草莓姐姐，你是搭什么车来的？我是搭我们学校的悠悠校车啊。哎，那蜜蜂姐姐你嘞？我搭捷运啊，不会塞车，准时到学校。真好耶！哎，那月亮姐姐嘞？对耶，我们聊了这么久，都还没有看到月亮姐姐。奇怪，月亮姐姐平常很准时的啊。对呀，那小朋友，你们觉得月亮姐姐会搭什么交通工具来呢？汽车、脚踏车、汽车、汽车、汽车、公车、摩托车、摩托车、高铁。哇，我觉得小朋友说的都很有可能哦。啊，会不会月亮姐姐是搭直升机来的？我来了！驾驾，咕噜咕噜，驾驾咕噜！啊，骑马来上学哦！你也太夸张了吧！哎呦，我本来是想要帅气的骑马来上课啊，可是好像有一点。太危险，太危险！对啦，所以啊，我们今天要跟小朋友一起来上安全的骑马课。啊，骑什么马？小木马。啊，原来是小木马呀！出发！咕噜咕噜。我一只小木马，我骑着它玩耍。小木马最听话，陪我跳跳跳。我骑着小木马。妈妈，妈妈请我帮忙，鸡蛋买一打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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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我有一只小毛驴，我从来也不骑，因为我都骑小木马到处去赶集。我手里拿着小皮鞭，我心里真得意，不知怎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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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叫做迷你马，它
它的个子小小的，而且腿短短的，很可爱哦。一起看迷你马。勾嘴勾嘴，啪嗒啪嗒，勾嘴勾嘴，啪嗒啪嗒。好可爱哟、哦，小朋友，换我们。勾嘴勾嘴，啪嗒啪嗒，勾嘴勾嘴，啪嗒啪嗒。好可爱哟、哦！那除了帅气的赛马，还有可爱的迷你马之外，我最喜欢的就是美丽的彩色飞马。哇，哒啦！这个彩色飞马很漂亮哦，所以把你们的翅膀拿起来飞一飞喽，请看，右飞飞，左飞飞，飞上天。换我们，右飞飞，左飞飞，飞上天。哇，小朋友都很厉害耶！接下来有一种马非常常见呢，你们知道是什么马吗？答对了，没错，斑马身上呢有非常特别的黑白条纹，我们在十字路口会常常看到长得像它的斑马线哦。嗯，乖乖走在斑马线上，不穿越安全岛才安全呢、哦。小朋友问问你们，有乖乖走在斑马线上的举手。哇，小朋友都是遵守交通规则的好宝宝，帮自己拍拍手。继续来骑小木马跳舞喽！赶快把你的小手准备好。我一只小木马，我骑着它玩耍。小木马最听话，陪我跳跳跳。我骑到了农场，有一群小绵羊。小绵羊怕农夫，骑着大野狼。我一只小毛驴，我从来也不骑，因为我都骑小木马到处去赶集。我闪亮着小皮鞭，我心里。不知怎么，不知怎么，爱着怎么，我只可怕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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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耶，骑马克实在是太帅气了！嘿嘿，希望我有一天可以骑到真正的马。我也想，我也想。那我们赶快来问问看，熊比小朋友今天表现的棒不棒？驾，好棒棒，会升。有养好宝宝，拿到徽章，我最棒！克咯克咯，耶！恭喜小朋友获得好棒棒徽章。现在请小朋友赶快起立，一起骑马喽！一起到前面集合咯，集合的一起踏步走走走，想学变成快乐的时光，充满欢笑，学学又玩玩，哥哥姐姐我们都是好同伴，啦啦啦啦啦啦，一起来歌唱，天天地地我们一起来分享，啦啦啦啦啦啦，上学一起棒。我是香蕉哥哥，
小朋友，你有参加过嘉年华吗？在嘉年华会里面，大家都会一起唱歌跳舞，很好玩哦。更特别的是，还有一些不同的扮装，有些会扮成狗，有些会扮成猫，还会扮成童话世界的人物哦，是不是很有趣呢？现在就跟着香蕉哥哥一起来参加悠悠嘉年华。知不知道三岁的小朋友会做什么事情？他们会玩玩具啊。玩玩具这个会啦，不过可以来一点特别的吗？他们还会喝奶奶。喝奶奶，每天都要喝啊，来一点厉害的。还会唱歌，还会跳舞啊。哦，这个蛮厉害的。但是你有看过三岁的小朋友包水饺吗？包水饺？我不相信。其实我也有一点点不相信啦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就一起来去看一看吧。走。蝴蝶蝴蝶生得真美丽，大声一点。头戴的金饰，身穿红花衣。你也爱花儿，我也爱你。你会跳舞，它有解谜。九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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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九
做什么？好，然后用力的捏捏捏。知道哦，你知道了。知道了啦。哦，他们都知道了。那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你们就开始包水饺喽。好了，你的水好了，哎，用沾的哦，不要用倒的哦。沾的哦，好不好？哇哇，你怎么？你有带裤子来吗？那为什么你要沾水？你跟大家说为什么要沾水？那你问珍珍姐姐为什么她痛痛啊？你问她。为什么痛痛啊，珍珍？哦，珍珍，她问你的手这里，为什么痛痛？跌倒了。那怎么会跌倒啊？我不知道，跟他教的。哦，你也不知道，你加入话题是不是啊？好了，太棒了。
好哇，肉都露出来了。我还没倒。水是不是？胡椒粉。跟小朋友说哦，这个叫做面粉。你说一次。面粉。谁的舅舅是香蕉哥哥？谁的舅舅是香蕉哥哥？我。香蕉哥哥不就是有戴一个这里的？对，有戴一个在头上那个。是你舅舅吗？不是，不是你舅舅。微微是你舅舅吗？你舅舅是香蕉哥哥吗？不是。哦，不是哎。那请问晴晴，你的舅舅是？啊，你的舅舅是香蕉哥哥。就是你。他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笑，看谁最大声哦。天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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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谁啦啦啦最大声。啦啦啦啦啦，木头人。啦，请问是放眉毛还是放眼睛还是放耳朵？眉毛。放头发。手手放在肚子上。手手放在眼睛上。哦，看不到喽，看不到喽。请把眼睛张开。请问这个是什么？水饺。哇，上面会冒烟哎，为什么会冒烟？不要摸哦。很热，很热，这边才不会烫，这边才不会烫。你有发现？那它很烫，我们帮它吹一吹好不好？看会不会很快凉。再吹一下，哦，不要把口水喷出来了。再吹一下，哦，这是叫声吧？但是我们吃水饺之前，每个人发一个碗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来，我帮你们发。我要，我要，我要。哦，他不是故意的。那你弄到人家的时候要说什么？好吧，没关系，很好。好像是蛋饼的味道。好像蛋饼的味道，因为你知道你吃的这一个就是刚刚晴晴包的那个完全没有料的。你把它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晴晴你包的水饺是不是？一、二、三。外面天气好冷，我还想再睡。哎，又睡着了。西瓜哥哥，你打算要睡多久啊？我，像动物冬眠一样久啊。啊，动物冬眠？今天要学习的是跟冬眠动物有关的单字。熊 ，bear， 熊 ，snake， 蛇 ，snake， 蛇 ，squirrel， 松鼠 ，squirrel， 松鼠。书上说，冬眠动物的特征，太冷的时候会想冬眠。等天气暖和，需要觅食的时候就会醒来了。嗯，那我知道叫西瓜哥哥起床的方法了。第一招，悠悠妹十字光，哈，起床。第二招，增加房间温度，极光火焰，起床。怎么会有烧焦的味道？没关系啊。最后一招，西瓜哥哥，我买了你最爱吃的欧拉米刷，快起来吃啊！欧拉米线在哪里？有没有帮我加辣？哎，果然有食物就会清醒了。
车贴上去，巴啦啦巴布巴布冰淇淋，巴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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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来了，巴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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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吃哦，巴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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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一球，我最爱巴布巴布冰淇淋，巴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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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有趣，开开心心我们去买冰淇淋，一口两口三口四口吃下。以及我最喜欢喝的饮料，哇，好丰富哎！啊，而且这次我准备游戏跟大家玩哦，我有带跳棋。那我要跟大家玩大风吹。哇，这个好，我喜欢，我喜欢。哎，我们全班可以跳一首 YOYO TV 的歌啊。啊 ，YOYO Party！ 熊比他也很喜欢这首歌哎。下次小朋友也要跟着我们一起开一个悠悠 party 哦。嗯，好期待我们的同乐会哦。悠悠点点名，我们